外面摆步伐，有幸看到他来和他合个影了。现在就在阿瑞纳外面，在他的 Wolf 这里，现场的气氛。下裁判不是场，对啦。目前比分19-10，现场的气氛。18-19啊！要不要再赢一场就你的？哦。20-18，另外一队来 game point。下面是雷西的，像他没人抢的。哇，教练出来赞扬他们了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目前1-0，1-0。2-0。哇，这反正还是很超了。这个有机会。李子嘉了。裁判先进。Terima kasih.
看刘子佳开打了。经历一下，没有很像那个体系啊，就追这么多分。这里吃鸡，这里。他拿球开高，没进到。他拿球开高上去。没有啊，这样做对了。好了，这样不可以这样做了。怎样啊？怎样？他拿球开高高上去，那不敢这样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把阿盖要丢出给他？没有，他丢自己开高，像试球这样啊，试球。哦。最厉害了，我就记得。
李子嘉是比武啊，退休了，他打完奥运就退休了，所以李子嘉要拿冠军。Game point, game point， 来啦，我们看到最后一粒，怎么样赢啦？20-15。很多被瞪哦。第二场第一粒，看谁拿分，还是李子嘉拿分啊！耶、yes ，这边就可以看拍到他真正了正脸。但是电话好像不好。要拍的比你更不清楚。对。中国老表姐。放水了，放水了，放水了。大比分出啊，吃鸡啊，第二场。20-18。
二十了，七七了。3-6了，13-6。11了，最后一粒了，最后一分了，五指加，最后一分了，稳住哦。拿下来了！耶！
去拍照，没有钱哦，负担了。累了。累了。